一嘛。就形成，这个俗称的抖音嘛。啊，你只是要练这个跟什么全乐器的柔音呢、啊？为什么它要这样一直动，改变音准？那个振幅本来是一条线，一个叫振幅，一个叫频率。比如说，什么叫振幅？我如果只有做，是不是振幅只有一点点？那大一点，是不是大了？更大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叫振幅，摆荡的振幅。那什么频率是说你本来是这样。叫频率嘛，你的频率跟你的振幅两个搭配得很好的时候，你的 vibration 就是俗称的抖音 vibration 颤音，你就会唱得很好听，对不对？任何的歌都一样，不管什么歌，尤其我们吹流行歌，为你啊，你会这样吗？为你啊弟弟，到那你看啊、哦，我做给你看，直直的，没有做 vibration， 对吧？你还听？那我现在加上 vibration， 加上声源，注意听哦。